约伯记第三十一章一节，我甲我目睭入狱，太敢注意看在色路啊！对顶面的神所得到的分业，对顶面全能者所得到的基业是啥物啊？敢是祸患临到不义的，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神敢是察看我的路，点算我的脚步吗？五节，我若甲虚假三角行，脚若赶紧对规则，我若予公道的天平来称，予神通知影我的旋转，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滚对我的目睭，若有垃圾黏伫我的手，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食伊，我的园所出产的予人背出来。九节，我若受未惑，毋附近人起阴念，也是伫厝边的门外密地等，就愿我的附近人甲别人下无，别人也甲伊同房，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应该办的罪孽，这本是火烧。直到毁灭，要背读我所有的家产，我的罗卜、卢比，甲我辩论的事，我若藐视，无听因的理由，神起来，我要怎样行？伊查问，我要怎样应啊？做我伫巴肚的，不也是做伊吗？将伊甲我做成伫巴肚的，敢毋是一个吗？十六节。我若不准善良人得以所愿，还是予寡妇的目睭失望，还是我家己食淡薄米，孤儿无甲我做伙食，对少年的事，孤儿甲我做伙大汉，亲像白囝一样。我对出老母的巴肚，就扶助寡妇。我若看起人因为无啥来死，还是看起善良人。身躯无通压架，二十节，我若无予伊对阮羊仔的门得着烧，为我祝福。我若伫城门口看起有帮助我的，起手攻击孤儿，增援我的手对肩胛落落去，我的手骨对手节断去，因为神降的灾厄，予我惊吓，因为伊的威严，我断袂去。第四节，我若用黄金做黄网，对好金讲，你是我所挖靠的。我若因为财物丰盛，因为我的手得到济济主宰来欢喜。我若看起日地发光，月光光地行，心就伫暗中受引诱，嘴就甲手三针，这也是审判官应该办的罪孽。阁是我背起伫顶面的神，伊到站，我若看起怨恨我的，拄到报应就欢喜，也是伊拄到灾来得意。其实我无用阮嘴犯罪，救助伊的性命。若我报病的人毋捌讲，虾米人无用主人的食物食饱呢？将来我无用阮出外人伫街路休眠。却开门迎接走路的人。三十三节，我若亲像阿东，也看我的过失，将罪孽放伫心中，因为惊大众，阁因为宗族藐视我，予我惊吓，低到静静，毋敢出门。愿有一个肯听我，看伫遮有我所话何，愿全能者回答我。三十六节，愿迄个对着我的所写的告状，伫我遮，我的确派伫肩头，搁绑伫头壳做无。我要对伊讲明我脚步的少业，要亲像君王进到伊的面前。我若夺取产地，这个地对我出声，来到这位提口。我若食这个地的出产，无予伊计钱。也是予业主失落性命，愿这个地生鼠仔代替小马，
发杂草代替大麦，玉璧的话讲明白了。